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今天下午到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官邸拜会王金平。王金平会前先拉着洪秀柱的手举到头上，证明两人没有心结，也在随后发表声明，为义不容辞说致歉。好，国民党真的团结了，为了台湾，我们义不容辞，义不容辞，义不容辞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连说了三次义不容辞，王金平、洪秀柱两人随后闭门会谈约一个小时。随后，王金平也发声明稿表示，今天跟洪秀柱站在一起，就是证明国民党已经团结。王金平声明表示，他坚持的义不容辞不是为一己之谋，要为言行的不严谨向大家表示歉意。